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对普京总统获得破纪录的选举结果表示欢迎，并保证这位前间谍在没有反对派参与的选举后第五次连任。以军向加沙地带最大医院发动袭击，指哈马斯武装在医院内重新集结，批评者指责以军鲁莽地危害平民生命。加沙地带居民在粮食供应短缺和以哈战争的背景下庆祝斋戒月，近两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正面临严重的援助短缺。马来西亚奥委会星期一说，由于成本高昂，正在考虑在2026年举办缩小规模的英联邦运动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后，星期一在首尔会见了南韩外长赵对列，他们讨论了加强韩美关系。